后场击球是羽毛球的入门技术，千里之行需始于足下。反手击球发力方法以及在握拍上有哪些注意事项，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严毅，今年30岁，打羽毛球打了有一年吧，最近一段时间就没有太大进步，主动进攻比较弱，这也是我一个问题，一直想找一个好机会，说能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指点一下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赵指导，你好。怎么称呼？姓严，小严，是吧？对，小严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现在就当一个是一个朋友之间的来往。好好好，好，行。这样，等一下呢，你就先再打一打，嗯，我看一看。好嘞。哎。好，行，活动了几个，我感觉上哈，这个发力还相当不错。为什么？就是有些球还是可以打到后场的，但是有一点就是说，那个球如果比较有时间的话，打得会比较舒服。当别人就打得比较快的时候，那你就击球点比较偏后的时候呢，那个球就打得不舒服了。对对对，啊，这是一个是击球点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步伐了。我刚刚打了几个全场以后呢，就明显就是步伐上面啊，你跟不上。还是练的就不熟悉，所以你不够快，对，你变成你可能只有一步，对对对，再远一点，你一步接不到了，就又少一步，那个就有点辛苦了。是是是，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反拍，还可以，就是可以打，但是呢，那个球过来就说有点不顺。嗯，等一下我们就从一个方面，就是从后场，我稍微讲一下后场的一个高球，嗯，还有它一个反拍，我再教你一些过渡，这样。好。那个后场比如说有高球，就是很高的单纯的，有个叫平高球，还有一个叫平球，所以这里面有三个概念在里面，都可以用。比如说很被动的时候，我打个高球，目的就是说我有时间回来啊，争取时间啊。平高球是带有一点进攻意识，平高球是很重要的一个。那为什么讲它重要？因为这场地就是说就这么大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靠什么把别人拉开呢？高球跟吊球啊，你高球打得越厚，质量越好，那它跑的位置就越大。你吊球吊得越近，越贴网啊，在质量高的话，它的也跑得多，所以这样它场上面就拉开了，空档就出来了。是。但是你刚才这个高球呢，我就说第一个呢打得不够到位，不到位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的高球啊，没有球速。嗯。啊，这个概念就是你的球是送给别人的。慢。对不对？就是我如果跟你打的话，你打高球，你是送给我了，嗯，变成我来选择怎么打你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首先一个意识方面，要有点改变。我的高球是要拉开你，不是送给你。对。所以你的第一个呢，就球的弧度不要太高了，我要打得稍微快一点，我给你不舒服。嗯。你过来球可能比较高，给我舒服一点。嗯。对不对？如果你平球呢，它可以到很，可是它太平了。人家可能在这个中间就可以把这球拦到了啊，你可以拦截。对对 对, 对，但是每个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啊。但是通常用的话，就是平高球用的比较多。那其实真正的变化，只要在拍面的控制，拍面啊，这发力到最后基本上是一样。拍面是手腕的控制还是说？拍面当然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边控制。对对对 对, 对，在这个地方控制。好，再我们来试一下。好，好，对的，好。放松啊，不要拼命用力，对，手腕力量集中一点，对，放松，对的。好，停一下来，我觉得这几个球啊就有点像平高球了，我不懂你自己的感觉啊，就是说这个球的球速已经快了。嗯，人是这样的，当你这个提高的球，它辅助的东西也要提高，也要跟进了。你如果说这个球打得很快，你还站这个地方，好了，你下一拍就开始被动了，时间更短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当然这里面其实这个就是在控制跟被控制的情况下，好，我觉得不错。反正我再做一些示范。好，当然我刚才就是看到有一些就是发力的问题，嗯，因为你的球还不是特别厚，啊，不厚呢，当时你就变成你人家的场地就小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最后的一瞬间，就是这个一瞬间，
这个对我看你是这样收了一下，好像是我一般我就你是出去了，所以这个力量就是没有爆发出去啊，所以应该是你是这样是挥出去或者叫打出去，我们这个是要闪出去或者爆发出去，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我说你应该是有力的，但没有好好的用了。对，我不会用这个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一开始你先不要用力，你像比如说这个球，你可以轻一点这样，所以他这个球他也会也可以出去。嗯。还不够干脆啊，干脆一点。再干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。好，停。感觉怎么样？可我感觉有点出手以后拍子不太能控制得住，对。啊，这个你怕飞出去？我要如果顺着下来，感觉好像能卸力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很简单。嗯。像我现在对没打球这样，我的手应该是很松很松的，但是你也抓不走这个拍子。嗯。后面两个手指可以抓紧的，没关系。就是你如果真的怕掉出去了，这两个手指是你拿来看，你拿得出去吗？啊。你用点力没关系。啊。他不会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又很放松。他真的用到力的时候，他可以，你看这个腕力就可以出来了。那你跟这样，你看这两种不同样的，是不是？再试试看。好，放松一点，不要怕。所以您打球的时候，这边一直是这两个手指头用力的是吗？也不能一直。我只是现在告诉你，这种是应该是不会，但是你再松一点也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慢慢寻找一点感觉就好，好吧？再试试看，来。放松，对，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哎，对，很好。对对对，很舒服。好，停。我不懂你感觉，反正我的感觉很舒服，好像感觉一下那个劲啊。对，而且球好像也比较厚了一点啊。啊，包括到了你要杀球，其实概念是一样。啊，打球不是说拼命用力，你用多少力？对对对，是要看你用多少力，用在这个打球的那一瞬间嘛，主要是。所以你有时候你要提问一下自己，我用那么大力。我所有的力是用在那一瞬间吗？对，我也经常有这种问题，就是说你如果用了很大力，实际上你没有用在。刚才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的反拍哈，反拍比如说做一些过渡，看看再看看。您说过渡是指？比较打一点前半场吊球啊，吊直线的或者吊对角这些。在过渡的时候啊，哎，对对对，首先自己要设定一个目标，就是像这样的球还算可以的嘛，因为过渡一般来说一个算比较被动，对，啊，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质量，也要注意点球速。这球速怎么来？就是手腕。嗯。刚才那种感觉，找找看啊。好的，在对角再打打看。打个对角，啊，对角主要控制你的拍面哈，直线对角拍面的控制啊。放松，放松，对，不要用力。对对对，很好。再边一点哈。再边一点。对。哎，很好，感觉上就是有点硬。有硬，对我很别扭，这个手就已经对对对太用力了，所以这个就有点浪费了。嗯，打球就是没有打球之前，人应该就是很自然，让自己就是你这样你转起来也比较快一点。你想硬的这个地方，你转来转去也都很别扭。别扭。所以说在没有用力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去自己跟自己好像在较劲儿一样。因为一般我们这边都很弱，一到这边心里就紧张，然后自然它就。但是我就说，反正打球嘛，我们带有一点娱乐性嘛，所以你不要让给自己加了那么多的那个压力一样。对对对。这里面就是窝拍可能要有点变化，嗯，啊，这你过来一下来。你比如说啊，在这个比较主动的情况下，嗯，可能他可以这样打，嗯，但是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要打对角的话，嗯，打不到了，这种窝拍打不到，嗯，这种窝拍打得到。那，嗯，什么时候变到这边的呢？就是看这个球在什么地方了。嗯，但是我说在这个地方我也能这样打，嗯，但是也能这样打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到了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这样打了，但是我能这样打。
你看这个球，你看我这样，我还可以打到对角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你说这样我打得到吗？那转不过来了。对对。所以这里握拍还有一点变化，就这个球我还可以再打到对角。放松哈，哎，好的，动作不要太大，打了就停住。哎，对对对，有了，但是切的球是切的啊，切的，拍面还不够正哈。好的，这种就是现在这个这样打是比较舒服的，嗯、球也比较快，但是就是还不熟悉，对对对，就比较生疏。但是我就觉得，记住有你能够做的比较好。只是不熟悉，嗯，多去做，还行吗？行，行，你看看还有、啊、还有什么需要的？比如说你刚才没有看到的，嗯，我觉得如果被动的时候，我刚才打这两个角度，啊、如果我家里打后面就比较困难。这像这样被动就是打后面的话，要一方面就是你要那个腕力要很充足，嗯，像专业运动员，因为他的就是说到最后他的腕力比较好，嗯，他这个球被动他很到后场，所以这一方面加强力量。还有一个，刚才我就是说动作方面，嗯，还按照刚才就比如说这个发力最好还是在这个地方，当然你可以借点力，嗯、借点身体的力量，啊，这个一个摆数，这个是一个摆数，是等于是个力了，力到了这个地方怎么发出去，还是靠这个，你听这个声音，你有这样的话，这个球应该会比较厚的，你现在你挥挥看，你挥不出这个声音，啊，这个还算好的。我握拍看起来，握拍还要放松啊，握拍的话，哎，那到这边放松到什么时候，握拍就加力？就是那一瞬间要打的那瞬间，对不对？啊，其他时候你千万不要抓，只是要打的时候就突然这样一下抓住。啊，之前还是放松。松松松松，来再试试看。哎，很好。哎，这个很好，最后这个声音是很舒服的，嗯，很干脆，就说明你发力是对了。啊。多练还是发力的问题，多练多练。还有一个就是松一点，那你看看还有其他，就刚才您教我这个发力啊，就是比如我打后场球也是、嗯、对对对，也是到这停，那是不是真的以后打起来以后都会到这停呢？还是说还是会基本上力量发出去，只是你怎么给它放到准备去，你比如说这个啊，嗯，打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打完以后你怎么准备而已。比如说像我们这样，它是这样了，我拍子是在这儿，嗯，你可以做一下，没关系，你挥一下给我看看就是、啊、然后我是不是这发力以后，然后我觉得力量就没了，很僵硬。对，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松下来。嗯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就是说，这个球已经打完了，嗯、我应该是没有力了。嗯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下垂的。对，以后再打的时候，你就先打它，以后、嗯、你就反正力量已经没有了嘛。嗯，它自然它会下来的。全部力量都是用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讲的再怎么多，还是要多做，是是多做它才有体会嘛。对行，啊，你看，就一个方面就是说。整个人呢不够松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啊，人一旦一僵硬以后，他很多东西他没那么自如。嗯，包括像启动啊，以后要稍微注意点，就让人这个稍微松一点，啊，自然一点，就像当成你在跑步啊，或当成或者你在跳舞一样。啊，你跳舞的时候总也是要有个协调性，对不对？也是这个。还有后场这个击球点，嗯，击球点因为太厚了，球太高，包括像我们如果真的击球点很厚的话。他也只能出的那个球比较高，嗯，除非我们就是要逼自己，啪压平一点，收快一点，他才能够到下一拍。一个加强自己的步伐的移动，嗯，啪你退快点的话，那这个球就点在前面，也还可以打别人。确实被动的话，那就是说手腕可以压，手腕压还是可以把球压得平一点。